终于出院了。我这是在医院待了多久啊？179天，加上今天刚好半年。走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。这半年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你，要不是因为中了彩票，我不可能坚持到今天。可是现在我都已经好了呀。就是因为你好了，所以我现在不会有任何的顾虑。小七，这么多婚纱，你怎么一眼看上了这一件呢？我觉得很一般呀。哎，我们一会儿再去看看房子，虽然是个二手房，但是里面装修的还不错，最主要是便宜。好，恭喜阿伟成为本店第999的新人，从婚纱拍摄到婚礼布置全部免费。这么好，他来了。如果以后这个女生看中了你们橱窗的这件婚纱，这里的一切给她免费。齐总，这个女孩是，这婚纱也太漂亮了吧，以后我嫁给你一定要穿上它。这里来，里面请，随便看一下。你确定是这个房子要卖吗？自己都不敢相信吧。之前的房主急用钱，低价转给我们的。来，哎，那之前房主为什么要卖呀？好像是给他女朋友看病吧，还在外面贷了不少款，骗他女朋友说中了什么彩票。真够傻的。确实挺傻的，不过我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男人。那你们还有联系吗？没了，好像是出去打工还债了。小诺，